别拥挤人海，为爱、故事结局少了交代，你的眼泪不忍责怪，将回忆打开那些相爱、时光为你的告白，我会在星落却不得浪漫，因为爱沿途盛开着花海，总不败永恒的盛开。时光为你的告白，我会在遇见此生的真爱，不放开，不负遇见相爱，拥抱未你好，你好，信总你好，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叫周萌，有个项目想跟您谈谈。好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我老家是偏远山区的，农产品年年滞销，今年我想回家创业，主要做农产品方面。哦，想法挺好的，有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？有，这个是我做的项目方案，主要是关于农产品电商直播这块的，请您过目。好。落地执行方面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讨论，不过内容还挺扎实的。您过奖了。不过你是怎么想到我们星罗传媒的呢？直播这一块我不了解，需要跟您这样的专业公司合作。相信你也有所耳闻，我们公司最近出了一些状况，正在处理中。我知道，我了解了贵公司的所有公告和动态，包括以前的一些新闻，虽然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不过我相信您和您的公司。谢谢。再说了，像我们这样的小项目也没有人愿意接，既麻烦又没钱赚。再次感谢您选择我们公司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好，那等您联系。好，那您慢走啊。辛总，刚刚有人送来一份文件，点名说要给你。什么人啊？不认识，从前台拿过来的。阳光传媒收购邀约，什么意思？要收购我们星罗传媒？想的倒挺美。我说张健，你能不能别总跟着我？这可能就是缘分吧。喂，小艾。瑞拉，你在家吗？我过来拿包。不在啊？那我自己开门进去了。行，你去吧。密码还是原来的那个。好，拜拜。一边去，别想偷看。
时我也在家，要是被小爱这个大嘴巴知道了，知道就知道呗，又不是见不得光。进。辛总，有人找，带去会议室吧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我就知道在这儿。难道是家里进贼了？啊！哎，危险！别轻举妄动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哎，别！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石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怎么了？不哭！那天石伟说酒吧没开门，不可能。说，你们俩现在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和石伟在一起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一周前。你有帅哥，还是这种极品帅哥，我很有危机感。嗨，他是极品帅哥，你是极品闺蜜嘛，不一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张健，我们走，回去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包。走吧。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什么最后一次？不许再受伤了。听雨落的声音清晰，原来脑海都是你身。这就是我的答案。这是我们的剧情，不管多远距离。公司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我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我，但是甜甜的恋爱真的很不错。工作使我快乐。谢谢。你说二喵这个家伙也太白眼狼了，亏我对他这么好，竟然造谣诽谤，张口就来。卖房子钱也是杯水车薪，违约补偿就占了大头。哎，
也就是原地破产变成了延期破产。不过我相信人生没有解不开的局，干就对了。如果给你个机会，你会怎么处置艾米尔？我花那么多心思挖掘他、培养他、打造他，没想到养了个白眼狼。要是上天再给我这个机会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他，我要把他打回原形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让他见识见识这个社会的险恶。现在这个机会就在你手上。这是什么？真相，二喵出走的真相，星罗传媒被设计的真相。二喵真的做了那些事儿吗？你心软了？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二喵看起来也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。我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这就是揭开迷局的钥匙。阳光传媒这个害群之马，竟然用这种手段搞垮同行，太卑鄙无耻了！坚决不能让他再祸害别的公司了。那二喵呢？一旦曝光，他的主播生涯可能就完了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脑细胞都要死光了，急需补充能量。我去看电视。哎，等等，今天不看海绵宝宝了，我们来下棋吧。那副围棋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温琪为什么改名侍卫？又为什么放弃了最心爱的围棋？哎，一会儿跟我下盘棋呗。我以前在学校可是围棋社的，你呢？我不是。别去，别去，回来，快回来，别去。诗薇，这盘棋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清了？
看他都快奔三的人了，他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以及肯定。哦，对了，这家伙起床气特别大，上次叫他起床，差点半条命都没了。这是围棋吗？啊，我是温灵。温灵？嗯，温琪。那你们是？他是我弟弟。哦，那我之前真的是太失礼了，让你见笑了，温小姐。你能和小琪在一起啊，我就放心了。他需要你，我需要他才对。他之前帮了我很多，而且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他比你想象的更需要你。嗯，我还有事情要回公司处理。这个是度假酒店的资料，麻烦你帮我交给他。没问题，那我先走了。喂 ，Lisa。辛总，你说要我等你回公司开会，我这都等到半夜了。我现在过来。老规矩，让我拾个籽儿。那时候，天天和你下棋，虽然每次都输得很惨，但是特别开心。叔叔啊，给你带了一份礼物。这是叔叔最喜欢的一幅画，一会儿啊，把它送给你。谢谢叔叔。
你们一定要来哦！回来，别去，别去。